务必要斩草除根呐、啊！下官明白。我也做不到眼睁睁地看着我的师兄去送死。那我也没有办法看着你去送死。有人劫囚车，杀无赦。不要啊！快走！快走！我不祈求你原谅我，只希望你将来过得更好。保重。你草菅人命，你眼里还有没有王法？闭嘴！那你能不能跟我讲一讲你和陆家学之间的事情？